冰箱里面没有蔬菜跟肉了啊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不要再出去了嘛。我去附近的巴萨而已啦，很快就回来了的。阿嫂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卖菜的老板，是感染病毒的顾客找老板买菜，他就把那个病毒传染给那个老板了。然后这个是你又去找老板买菜，老板把这个病毒传染了给你，然后你又把这个病毒带回家，传染给我们全家人，这我们全家不是死翘翘哦？那要怎么办？哎呀，现在买肉买菜不用特地出去买的，上网就可以订，他们直接送到我们家。你看，这个疫情期间你们是不用出去买菜买肉的，因为我们有提供食材外送服务，买菜买肉直接送到你的家，包你满意。如果你们要 order 的话，点下面那个 link 就 OK 了。我们的蔬菜都是 selling by set 的， combo special set 是我们最多人订的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种菜，还有一些煲汤的配料。如果你们的家庭是四到五个人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 set A 哦，有包菜啊，还有 ABC 汤的配料，还有白豆腐跟金针菇哦，还有新鲜的鸡肉，有菜烟鸡、普通鸡、大鸡腿啊、小鸡腿、鸡翅膀都有，减少出门吃的安心，快快订购哦。